这个瓦萨比是当地比较知名的连锁，所以我们因为也快到晚餐时间了，就来看一下。然后之前那个这边当地华人跟我们讲说，以前流行吃中餐，现在流行吃日餐。返回去那一个买一 get buy one get one free 的，又不想了。这个太腻了，就这两个吧。这一盒是7.99块，其实在国内寿司卖的还挺贵的，5.99块。就是一盒你就跟吃一餐饭差不多了。我觉得买两盒的不错，买两盒。我们比较穷，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下更便宜的东西吃吧。我们过去看一下看完这个地方吧。除了刚才寿司哦，他说你有饭，然后他有盒饭呢，这个盒饭，这个盒饭还带一个辣椒的图案 ，spicy chicken， 然后是5.99块，这个有炸鸡的，炸鸡的价格是6.29块，还有咖喱饭，是吗？5.99块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说炒面在哪里，哦，确实是有炒面。大家看到价格了，这里有五角星，是不是啊？没有写 Sapporo 啊？不是，我都看到一个五角星。柠檬气泡水啊？在想是不是？柠檬气泡水。柠檬气泡水是多少钱呢？柠檬气泡水是1.69磅。反正饮料就大概就是一磅多出头。那我们要不要买那个在火车上吃？不要了啦。买一个，这样还是要买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走吧。火车转瞬即到，我们走了。我批准可以了。你们那个零食不是还没吃完吗？没有，都没有了。多少钱？不要吃零食了啦。是买这几天吗？算了，不吃了。永远有借口，没有止境的。好，做得好。做的都了。Food。我们来看一下在剑桥这个城镇的物价吧。这个就是通常和蔬菜都是这样摘得干干净净，一包一包的，这样当然也会比较贵了。之前还会看到有很多真的是不要杆子，只光要一点叶子的。你看，例如像这样，然后大概都在一磅左右这样的青菜，它的重量我看。哇，好少哦，就150克，真的是包干净了已经。这边有蔬菜、水果。这个是蓝莓，蓝莓在我们那儿卖的比较贵的，这个价格是2磅。草莓的价格是2.75磅，然后它是按一半磅227克，价格是2.75英镑。这边是，这边应该是一些酱料，还有现成的，这个是海鲜面。这是饭，之前我们也买过这样的饭，然后是泰国的，3.3英镑，非常非常难吃那个米饭，跟嚼辣一样。这些都是调料区，其实这边调料我觉得应该算是挺丰富的，因为可能学生各国的人都有。三明治，这是小孩吃的糖果。哦，这小孩的辅食奶粉区。
这个宽背，然后上面是液态奶，因为老外很多都是给小孩直接喝液态奶，就也不用冲，直接喝常温的。这边都没看到奶粉。好，让我出去等他们了。哎，有梦龙，这个梦龙是1.6块。哎，我们现在，上次我们还说梦龙在我们小学的时候，嗯，就卖8块钱，贵族的是吧？现在还是卖差不多这个价格。对啊，物价涨了更少。所以他现在卖1.6块，他也12块钱吧？嗯，他也没有很便宜。梦龙还是蛮好吃的。哦，你就买了这个蛋糕。对啊，我刚才也看到蛋糕。算了，到上面再喝。吃了都太饿了。你很饿吗？中午没吃饱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就吃了一个。牛肉羹。广东人跟湖南人出来旅游真的是受折磨。然后我想吃的，你们都皱眉头。你们想吃的，我也非常。后面的两餐给你，哎，觉得好有选择。我觉得你们会不会打不开、张不开张嘴啊？我觉得我半边也有点麻掉。没有啊，我们离开了广东这个热气的地方也会好吗？不要我们吃的，哎，小心，会的。就这个屏幕上是有即将进站的车次和在哪个站台，因为票不是固定哪一趟要上车的，就是随便哪一趟都可以返程票售，所以我们就看着时间合适的就可以上。我们对这边的人穿衣着装表示完全理解不到，他们的要点是哪？上身是穿两件，然后下身可以穿短裤和穿凉鞋，而且穿凉鞋、穿短裤的比比皆是。例如这个妹子，来，你来解释一下这个车怎么说吧。我们解释讲什么？不是讲了吗？这个回程车。回程车，哦，就是要看站台啊。然后呢？就要注意它这个时间，然后站台有分跟这一边跟这一边，所以你要看好时间，如果不够赶过去的话，就不如等下一班吧，因为它每一个班次呢相隔还是蛮近的，大概15分钟左右就一班。那有可能是在这边上，也有可能是在对面上，最主要是看是到几号站台，然后那个方向只要没错就 OK 了。但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快车还是慢车，我再去 double check 一下。好，有一共有4个站，我们来的时候呢 Cambridge 就是一个站，就是我们第一个站下车就我们是，但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呢要坐蛮多站，所以我估计呢是慢车。我们现在坐这个，因为它有起码有8个站，我算一下。有啊，第几个牌子？第一个，我们现在是坐17:26那一个 ，London King Kong King X， 然后它现在靠一点就是贵族的车站，下一站就是 Stephen H， 然后最下面那个站是还没到，看这个。好吧，那我们要上这个车了是吗？走。这个是前面那个。大叔背着红包的去查票，不像我们印象中工作人员穿个统一的制服然后挨个查，看上去就普通不能再普通了。还可以把单车带上去，进站之后这个头完全是到这个位置，我想起一个小朋友的那个国外的绘本。
化的车的形态进站之后就是这样。